啊！嗯，没死。哇，好想选哦！思考一下。阿贝，快不行了！阿贝真的快不行了！阿贝快不行了！选了蓝蓝帮，哇，这个很硬啊！感觉是不太行欸。阿北可以的，其实我还是有点想要选彩鸟欸。等等有机会拿，我一定会拿，好不好？我一定选。彩鸟很强啊，我们已经证明过他的实力好几次了，不是吗？啊，玩这个啊！如果你是他是新手的，你在玩这个啊，有一个迷思，就是有些技能是可以合成的嘛，有些武器可以合成，但是合成的不一定比较强啊。不要为了合成而选，而去选合成的东西啊，那个合成没有比较强。哇，这怪再加个50%血量，我怎么受得了？欸，我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个策略啊？赶快把那个被动全部选满。哇，好聪明哦！把被动选满就不会选到嘞。哇，好聪明哦！哎呀，我是这种卑鄙的人吗？不可能啊！死神要解啦！一次就够了。
持续效果增加。哇，这蝙蝠怎么硬？不好说啊，我现在是打不死这骷髅头的，太硬了。哦。我不敢按重新选择，哎，等下按下去它就出那个，怎么办？可是我考虑的不是转速的速度，我考虑的是踩鸟的威力啊。黑哥，哎，我再拿一个被动就满了，哎，哇，那真的没办法。我也很想选啊，他都不来，好烦哦。黑哥，黑哥要来了呢！黑哥来了，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，我是还没挂机，哦，再挂了，有黑哥了啊，黑哥、白哥都有。吃了啦，这圣经阿伯那么强，怎么输？走，然后另外一种玩法就是那个时间暂停刀跟那个无敌。这另外一种玩法，哎，好稳，好稳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我缺了什么技能没选？啊，我的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缺什么？我跟上场比起来缺什么？没有叶子啊 ！Oh my god！ 没有菠菜啊！而且我大蒜也升不上去。哎呀呀！有悬念呐、啊！难道我要改走无敌柳叶刀流吗？思考一下。不行不行，他等下被我的圣经打死怎么办？好啦，选了啦。
小朋友才闪电圣水啊，我们大人都 不打正面的好不好 ？Oh my god！ 等等再来个无敌，应该是可以。只是我这场没办法挂机了，很忙。都选卑鄙避战的，好。完了，红红帮师感觉希望无穷。完了，我看起来就像没吃饭一样，也是这样。干，有够不妙！有够不妙！哎，我的那个鸟转太快了吧？你们看那个圈圈，那个圈圈转太快了吧？高速吸引器，阿北的浪漫，有没有？放置游戏。
靠！干，居然圣经没升。今天只是要吃那个下面的那些宝石才会升级，那是经验值。所以我如果站在原地都不动，没有去吃宝石的话，经验值就不会增加。哦，箱子是十分钟前出的还是十分钟后？我以为是吃的当下算呢，原来是出的当下算了。哦，是看王的是哪时候出哦？我一直以为是我吃的那个时间来算。真的欸，今天才知道，不然我一直以为是吃的当下超过十分就可以。但是每次第一次吃那个超过十分吃的第一下都不会升级，那我都觉得是我自己衰而已，不会想到说是其他原因，就觉得可能是自己衰的。真的欸，长知识了。那是自然啊，不太妙。
看起来颇危险。我必须要升级了，不然不行，我要去吃那个经验值了。这个柴鸟要升啊！噔噔，等那个吧，等圣水吧。你以为要摸到了？哦，开玩笑，我可是一点都不担心的，因为我根本没注意到啊。还是应该选无敌。
快三点了，没事啦，明天还是放假啊，对不对？还没星期一，明天还是礼拜天啊。礼拜一也放假，我靠！你们太爽了吧！你们天天在放假，你太爽了吧！不行啦，早餐台太伤神了啦。每天熬夜实在是太伤神了，建议通宵。我靠！他好接近我，好，稳了。海鸟真的很累格，都走不动了。好卡的，走都走不动。圣水领域超稳，
多重伤害吧，他应该是会持续到那边扣血，就可能 maybe 就是说可能在那区域内一秒钟扣一次之类的，但没有那么久啦，应该是一秒内。霸气的蛮技能啊，是吧？那个树还没有办法贴近我。电脑快不行了，好累个。插红心，应该里面的翻译叫番茄，插番茄。
正常来说，我如果没有要选那个诅咒的话，我会选番茄，或者是选菠菜。但是这场看起来菠菜可能好一点，不需要把它升上去了。我会选那个大蒜，完全是因为阿北一开始太危险了，然后那时候的选择里面有大蒜，所以我就选大蒜。不然阿北开场的时候很危险啊。诅咒那个属性是增加怪的血量、速度还有数量各10%，升一级10%，我升了5级，所以50%。然后加上本身那个一开始道具那边的时候也可以升级5次，也是加50%，所以目前的强度已经比原本多200%了。经验值哦，怪变多，经验值自然就多了。可是怪本身的经验值没有给，没有比较多，但是怪变多了嘛，所以相对的你能够达到经验值就变多了。哇，好卡，好卡。我靠！我电脑已经看不清楚这是在干嘛了，太多太浓密了，完了，我的电脑是不是不行了？这个帧数大概只有帧数看起来只有5哎。刚刚那个想看阿北的还在吗？大概就像这样玩吧。大蒜不是必备啦，但是刚刚这场开始我有机会拿，我就拿。靠北，我看不到我的柳叶刀是往哪个方向射出啊？啊！钱！有没有符文追踪器？有点强啊！